大家记得 login YouTube 再开始睇片啊，同埋记得 subscribe 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香港的公司越来越重视这个 ESG， 所以我们这个节目没有开错。其实讲真的，不单止跟我们投资有关系，其实跟我们日常生活 ESG 都很有关系。我们今天就正正要将一个我想很多女士都会用到的一个品牌介绍给大家，不是介绍它的品牌，而是介绍它 ESG 这个范围的。今天我们会跟大家讲一下 Estée Lauder。Estée Lauder 我相信大部分女士都会认识的了。其实 Estée Lauder 其实25年前已经不用动物去做测试，是用一些人工皮肤帮你做测试。它的 ESG 评分来讲有调升到，而且它也有讲到它有些什么做得好的，特别是 packaging 啊，或者一些废料啊，或者资源怎样运用是比较做得好一点。另外做得好的还有一些 chemical 的 safety 啊， product carbon footprint 啊等等的。另外呢，这个特别要赞它呢，就是我们经常都讲巴黎协定那个温度呢，希望做到是、最理想目标 1.5 度啦、希望去到就算是 1.5 度不好，但是你2度这个最那个 align 的目标都好啦。那其实它已经是 align 到这个2度的目标， MSCI 可以定到它那个是 1.9 度的。同埋你会见到呢，它自己那个、carbon emission scoop 1和 scoop 2呢已经可以做到正零排放啦。嚟緊它就希望 scoop 3个方面呢都可以慢慢都做到正零排放的。现在越来越要求天然，知道查了什么上面，他接下来希望真的所有产品用料都会放在他们那个 product 那里，无论是 online shop 又好，还是实体店那些 product 都会写清楚给你、究竟我们用了什么。日后我们都会认识更多、就是、不同品牌的 ESG 的理念。